今次去的这间墨西哥餐厅真的有少少难找，要经条巷仔入啦，然后再上一层楼梯才会见到个门口的。这里的装修都挺靓，夜晚来呢应该会更加有 feel。这里的 signature 叫做 GCS， G 就是 guacamole， 一个牛油果做 base 的酱，店员就会在我们面前直接做这个酱，除了牛油果还会加番茄粒、红洋葱、芫荽、墨西哥辣椒、青柠汁和盐。墨西哥长面店这个酱真的非常之夹，还有另一个酱叫做 salsa 酱，吃下就酸酸辣辣，酸酸甜甜的芒果虾 tacos， 还有馅料超丰富的墨西哥烤饼。